thank you 一口酒，八达一口菜，酒足饭饱，茶余饭后，欢迎收看《泄密食堂》，我是龙飞飞。头些天我写过一幅字儿，是诸葛亮的《诫子书》。关注我们微信公众号的朋友可能有印象啊，当时好心人都想管我要，不过我这水平吧，纯属这个自娱自乐、陶冶情操，到底是几斤几两，我还是有自知之明的。 相对于《诫子书》，可能各位更熟悉的应该是《出师表》，对吧？这是诸葛亮在北伐中原前写给阿斗，也就是后主刘禅的。今儿咱来复习一下这其中的一小段啊，说：“亲贤臣，远小人，此先汉所以兴隆也；亲小人，远贤臣，此后汉所以倾颓也。”啊，先帝在时，每与臣论此事，未尝不叹息痛恨于桓灵也。 这前几句甭解释了，就是嘱咐阿斗，您是皇帝，得亲贤臣，远小人。后面这句呢，又着重提起说你老爹啊，刘备当时在世的时候，每每讲起这些，都对桓灵两地的表现感到十分的痛心疾首。那么有人要问了，这桓灵是谁呀？为什么要把这二位当反面教材来说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翻开史书，您就全明白了。这桓灵啊，分别指的是东汉末年的昏君汉桓帝和汉灵帝。要说这俩损塞玩意儿，那可有的聊了。因为不管是海天盛宴玩群趴，还是制服诱惑另类玩法，那都是人家玩剩下的。是是既然聊俩人儿，那咱就有个先来后到。 先从这汉桓帝说起啊，桓帝姓刘名志，是东汉时期的第十位皇帝，他在位拢共二十一年，但前十三年基本上就是废的，因为那会儿梁太后临朝听政，表面上是帮桓帝刘志说管理国家，但实际上朝政啊是把持在他哥哥梁冀手里的，这梁家嚣张跋扈。 家族中有七人封侯，三人封后，还出了六位贵人、两位大将军以及各种大小官员好几百号人。所以刘志啊，他就是个傀儡皇帝，说啥都不算，纯废物一个。就在这个时期，刘志养成了一个坏习惯，或者说是嗜好吧，那就是偷东西。他是走到哪儿偷到哪儿，而且见谁偷谁。 比如说啊，这文武百官谁要是单独跟他谈谈工作或者聊聊天儿，那可就坏菜了。等完事儿回家一看啊，不是荷包没了，就是这玉佩丢了，反正身上总得少点东西。您说这外人的玩意儿偷着过瘾是吧？可自家人的东西刘志也照偷不误，但凡他往那后宫这么一溜达，一准儿得顺点什么东西回来才行。 啊，那些值钱的玩意儿咱就不说了啊，就连什么胭脂、化妆品，甚至内衣、肚兜之类的女性用品，他也丝毫不放过。我怀疑这小子心里有问题，因为偷内衣、内裤、偷丝袜之类的东西，现如今那都是那种变态狂魔干的。您一堂堂的皇帝，您偷这些东西有什么用吗？难不成啊，回去跟那些穷屌丝一样，有另类的特殊用途？ 谢你是他关于这事儿，咱就不讨论了啊。接茬儿往下说，说梁冀以及整个梁氏集团的倒台以后，刘志终于亲政了。不过呢，他亲政的这八年，也正是他嗨玩的八年。或许啊，是因为之前长期受到压制，冷不丁的获得了无上的至高权力啊，他就跟那暴发户似的搂不住了。 其中最为突出的表现就是他娶了好多好多好多的老婆。这搁过去，啊，因为得讨好那梁家，所以桓帝呢只能专宠梁皇后一人。可现在好了，谁也管不着我了，所以去他奶奶的，立马就把梁皇后给废了，转而去专宠邓蒙女了。关于这位邓蒙女，史书上留下的记载她并不多啊。我们只知道她后来当了皇后。 但还没等他高兴几天呢，长期被压抑而又正值大好年华的桓帝就对他没啥兴趣了。其实呢，这事儿咱可以理解啊，男人嘛，有钱有权以后，那欲望简直是成几何倍数的增长，可怕的很。所以啊，我选择没钱也没权，这清心寡欲、坦坦荡荡做人，这样踏实。得，我也甭自吹了。 咱呀、啊，还是说那位邓蒙女邓皇后吧。她之前那么受宠，可突然一下就被冷落了，心里肯定不爽。于是呢，她就开始干涉起了皇帝的私生活。这有事儿没事儿的，净说些风凉话啊。今儿说谁谁谁有脚气，明儿又说谁谁谁不洗屁股特脏之类的。反正就爱给人家扣屎盆子。而且呢，皇帝呢头天这宠幸了哪个妃子，第二天他肯定就去找人家的麻烦。 上来就是拳打脚踢，恨不得直接毁容，让人家失去再次服侍皇帝的资本。哎呦，这邓皇后见天儿的找其他妃子的麻烦，可殊不知自己的麻烦才是真的来了。要说古代帝王有个三宫六院七十二嫔妃的，这很正常。而且皇帝压抑了那么久，他只是需要稍微的释放一下自己，顶多啊算是压抑后的自由反弹。 估计啊，这折腾这么一阵儿也就没事儿了。可邓皇后这么一通乱搞，倒给她施加了不少压力，造成了心理阴影了。那好，既然有压力，自然就得报复性反抗才过瘾，是吧？而作为报复呢，桓帝一道诏书就废到了的这个邓皇后，然后啊，他开始大规模的征召美女入宫，只要您家姑娘长得漂亮，二话不说塞给你一卡车银子，走吧，跟我回家。 这下好了啊，他的后宫立马就成了嫔妃的海洋。这白居易曾经作诗说：“后宫佳丽三千”，而留置后宫的数量啊，竟然高达五六千人，比这同时期古罗马帝国的皇帝哈德良那十二个老婆多了去了。当然了，哈德良是同性恋啊，包括后来的罗马帝国皇帝这个安东尼也一样，安敦尼也一样。 都有分桃之情、断袖之癖，咱就不说了啊。不过桓帝这五六千的美女，绝对是创造了当时的吉尼斯世界纪录。您算吧，如果一天换一个的话，差不多他能连续换得十三年不带重样的。您说这么玩的还有意思吗？跟谁呀、啊，都是一夜情，一点真感情没有，多空虚呀、啊！我估计桓帝可能是这么想的啊，说。 我只谈嘿嘿，不谈感情。我只进入你的身体，你呢，别想介入我的生活。后来这事实证明，这皇帝刘志确实不是个感情动物，而且呢，他在玩弄女人方面的大大超越了之前所有的帝王。据说有一次他玩嗨了，竟然把这数千的嫔妃全部都集中在一起，啊，趴在地上撅起来，然后呢？ 让自己的宠臣、心腹、马仔们对准这些嫔妃自由射击，而自己呢，一边喝着小酒，一边瞪着眼睛看，还时不时的这么点评一下。哎呀妈，这不就是传说中的海天盛宴吗？这相比之下啊，现如今这些个大老板玩的档次那简直太 low 了。人家桓帝刘志早在两千多年前就举办过千人的天体大会，搁现在你敢吗？你干吗？ 即使你敢干，也一定没有好下场，因为这桓帝就是个例子。他这么不顾一切地放纵自己，身体很快就透支了，被掏空了。所以到了永康元年，三十六岁的桓帝一病不起，没几天的功夫就暴毙身亡了。其实他死了不要紧啊，他那好几千的后宫佳丽，您也不用担心如何处置。 此时啊，有个棘手的问题摆在了东汉王朝的面前，那就是拥有世界上最多女人的刘志同志竟然没有留下一个儿子来继承皇位。至于他为什么没有儿子，我搞不清楚，也不敢乱想。但是呢，我知道一个更劲爆的事儿，就是刘志不仅喜欢女人，他跟那罗马帝国的老大一样，也喜欢男人。 而且啊，他最喜欢的还是太监，经常是啊那个什么。如果啊您啊对这段故事感兴趣，那就辛苦您掏出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购 e China”，也就是 G O Y E China，或者、啊、猛烈扫射这儿的二维码也行。关注节目的官方微信，进去后您发送“刘志”俩字儿，注意不是“同志”啊，是“刘志”，您啊就能收到推送文章。 体验那种独特的精彩绝伦了。刚说了，桓帝没儿子，那怎么办呢？那就找呗。这找来找去，就找到了刘宏，也就是后来的汉灵帝。啊，这刘宏啊，能当上皇帝，那真是走了八辈子的狗屎运。他呀，是汉章帝的玄孙，这汉桓帝八竿子打不着的一堂侄儿啊，就是个皇室的旁支。 老刘家像他这号的亲戚多了去了，根本就算不上个人物。一开始，刘宏啊，只不过是封了个亭侯啊，这是个等级非常低的爵位，上面还有乡侯、县侯什么的啊。人家张飞当初还封了个乡侯呢，而刘宏只不过是个亭侯，芝麻大点的小角色。既然如此，他怎么就一步登天的当皇了呢？要不说他走狗屎运呢？那会儿啊。 刘志死了以后，大将军这窦武想要保把持朝政，所以啊，就琢磨说弄个傻孩子回来当傀儡皇帝，把这表面上的事儿糊弄一下就齐活了。可这选来选去啊，老刘家只有刘宏最合适，因为这孩子既没势力又没脑子好控制，所以就选了他。可万万没想到的是，这小皇帝刘宏上位才半年，就发动了政变。 直接送了窦武一个大便当，把他给弄死了。要说这历史真是惊人的相似。刘宏从地上一跃飞到了天上，可能是被这外星球掉下的馅饼砸了个猝不及防，他感觉到没有丝毫的安全感，于是呢，他决定疯狂敛财。要说这个搜刮民脂民膏就算了，这小皇帝竟然玩起了卖官鬻爵啊，公然的、公开的。 都受大小官位，而且还是明码标价。这一般来说啊，不同官位的价格啊是以此官的年俸，也就是年薪来计算的。例如年俸四百担的官儿啊，这标价就是两千钱；年俸一千担，那就是五千。这价格是年收入的五倍。当时朝中的段炯、张温等名臣，那虽然功劳大，而且这个声望高，但也一样得先交足了银子才能上岗。 后来刘洪觉得这么捞钱很不过瘾啊，就变本加厉的规定说，所有官员上任前必须支付二十五年以上的工资才行，要不然您就卷铺盖卷滚蛋，好嘛？您说他这么疯狂敛财，这贪官岂不是得更贪？否则哪捞得回来成本啊？对了，有人啊这会儿要问了啊，说汉灵帝刘洪咋这么没出息呢？啊，弄些个金银财宝他就满足了。 既然当了皇帝，他难道就不想玩玩那啥吗？哪儿啊？人家早就想到了。据史书记载啊，刘宏的后宫这妃子虽然没有汉桓帝刘志的多，但也少不了哪儿去。他呢，虽然没有邀请文武群臣来开天体大会，但是他发明了一样东西，就是传说中的开裆裤。嗯，听好了啊，他规定说。 只要是年满十四岁的宫女，每天必须盘好头、化好妆、打扮得漂漂亮亮的，穿着开裆裤上班。甭管是春夏秋冬、严寒酷暑，只能穿这开裆裤，因为这样方便。但凡他兴致来了，管你什么时间、什么地点，裤子都不用脱，上来就直接嘿嘿。所以汉灵帝时期，皇帝经常挨那犄角旮旯里鼓掌，给大家玩直播啊。 这个有个宦官曾经给他记录过这方面的事儿。据说半个月的时间，刘洪一共和一百二十一位嫔妃、宫女，甚至是老妈子快活过。列位，一百二十一个，这平均下来一天得弄八个还多。看完这数据，我立马就怂了。八个，这是驴吗？ 刚才说汉桓帝刘志的时候讲了，他喜欢看大臣和嫔妃，嘿嘿。而汉灵帝刘宏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的，怎么茬呢？这刘宏啊，不喜欢人类战争，他特别喜欢看人兽大战，经常是弄两头狗过来跟这嫔妃和宫女过招。有时候啊，他自己兴致来了，还会亲自上阵去跟那狗 PK。我的天哪！ 我想这世界上再也找不到第二个这么牛掰的皇帝了，这也太会玩了啊！此外啊，这刘宏除了玩是啥也不干，他就一味的宠信宦官，尊张让等人为十常侍。我得解释一下啊，这常侍啊是汉代宦官中顶到天的了，权势最大且职位最高，负责管理公文啊，以及代表这个皇帝发表诏书等等，算是皇帝身边最贴近的头等大秘。 基本上呢，您有个三五个就足够了。而刘洪一下就弄了十个，这也算是历史上之最了。他经常啊恬不知耻地说：“啊，张常是乃我父，赵常是乃我母。”您看吧，管俩太监叫爹叫妈，没事儿和狗比赛啪啪。这刘洪已经是荒淫到什么程度了？不过啊，您要觉得这么着就算完了，那就太小看刘洪了。据说。 有一次，他突发奇想，在后宫挖了个大池子，美其名曰“裸游馆”啊，专门挑那些个身材窈窕、细皮嫩肉的美女来陪他划船玩儿。他自个儿坐在船中央，然后一大堆的一丝不挂的姑娘划着船，唱着歌，跟他搞这人体研究，这已经很逍遥了，是吧？可即便如此，汉灵帝刘宏还是不满足，他喜欢敲木鸡儿的，趁人不备。 把这船上的美女一脚给踹下去，然后啊，看人家在这湖中挣扎那狼狈样儿，他就感觉到异常的兴奋。据说啊，这些掉下的美女基本上都 over 了，因为啊，他不光喜欢看，还喜欢用那船桨往人脑袋上拍，我拍拍拍，直到下面的人被拍没气儿了，这才算完。就这么着啊，在这裸游馆的船上。 汉灵帝领着一帮美女陪他喝酒乱来，而且一喝就是一整夜。他还经常感叹说：“说假如一万年都是如此，那该多好啊！这样啊，我就是天上的神仙了。”可是喝醉了，第二天起不来，耽误玩的话怎么办呢？嗯，这也好办，在裸游馆北面又修了一座鸡鸣堂。 啊！每当他喝嗨了、玩大了，在醉梦中醒不过来的时候，这十几个小太监就蹲在那鸡鸣堂里学鸡叫，以假乱真来唤醒刘弘。啊，等他醒了以后，所谓的第二天就开始了，就可以继续愉快的玩耍了。总之，这汉灵帝刘弘爱玩、爱耍、爱闹，他干过的荒唐事儿啊，不胜枚举。要是拍成网剧的话，我跟您说肯定爆火，名字我都想好了，就叫《顽主皇帝》。 那精彩程度肯定比什么那几生几世要强多了，只是不知道跟狗比赛的内容它能不能播呢？有这么一个爱玩的混蛋皇帝，外加上满朝的贪官污吏，这老百姓是忍无可忍了，于是呢，纷纷走上了反抗的道路。打公元一六八年起，一直到这一八四年的这十多年时间里啊，光是史籍中记载的农民起义就不下三十回。 后来，张角兄弟三人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为名，发动了起义，史称“黄巾之乱”。这次起义可以说是所向披靡，给这病入膏肓的东汉王朝以沉重的打击。虽然起义后来失败了，被镇压了，但是啊，影响极大，因为自此往后，东汉王朝纯粹就是名存实亡了。 之后没过几年呢，应该是这个公元一八九年吧。汉灵帝刘宏也因为身体被掏空而一命呜呼了，终年只有三十四岁。刘宏死以后，十四岁大的皇长子刘辩被立为皇帝，史称这汉少帝。后来，董卓入朝乱政，废除少帝，贬为弘农王，改立汉灵帝的另一个儿子为帝，也就是后来我们熟知的汉朝四百多年历史中的最后一位皇帝。 汉献帝刘协，这再往后的故事啊，就是三国那一段昏天黑地的乱斗了。咱今儿就不讲了啊，因为再往下聊，怕是九九八十一天也甭想留出个头了。节目最后，咱照常发福利啊！有观众说，你们泄密食堂旗下的文玩品牌，这有两下子，最近咋没动静了呢？谁说的？这不，今儿就来了。我手上戴的，这是之前节目里送过的，我们自己出品的。 花梨木手串儿，对喽，今天就是送这个，而且跟往常一样，还是送五十条，怎么样？您要是喜欢，送您了。麻利儿的，掏出您手机，微信搜索公众号“购野 China”，也就是 G O Y E China，或者扫描屏幕上这儿的二维码也行。关注我们节目的官方微信，进去以后啊，您找到节目福利那个按钮，轻轻点这么一下，你就知道这佛珠。 怎么能拿走了？好了，不耽误大家伙儿时间了啊！下期节目咱聊香港跑马地纸盒藏尸案，您可千万别忘了下个礼拜一准时回来看节目。这里是泄密食堂，我是龙飞飞。历史很骚，它比小说可要精彩多了。